他就叫姑姑海芬姐亲我，嗯，然后海芬姐就我坐着，然后海芬姐就直接跨坐我，对，也没有觉得特别重量，然后他也是不是很灵巧，我亲你哦，然后就跨上来，然后我们大家都没有发现，早上才知道，跟应该是跟你们同步知道，有动作是。骑上来了，对，昨天就骑书好了，但骑他很正常，他很正常，完全正，完全没有人。刚刚中午吧，大家在对，可是真的就是很恭喜啊，对，开心，很恭喜，应该是不容易，恭喜。有发福，你没有感觉吗？他衣服越穿越紧。太久没有跟他合作到，所以、对，你们之前有没有？我是真没感觉的，这一个多月都没。所以骑上去有点重量。没有，是也是他家的啊，就是本来是他要亲 我亲你，然后就是等于说圣诞节抽奖抽到亲一个，然后他就叫姑姑海芬姐亲我。然后海芬姐就我坐着，然后海芬姐就直接跨坐我，对，也没有觉得特别重量，然后她也是不是很灵巧，两个人我亲你哦，然后就跨上来，那是刚开始吧，对，他没有说，那应该是没感觉了，但应该是公布就是少三个月，对啊，就是很祝福他，对，他也应该还蛮忙碌的，所以我们也都不知道。那个当下我跟小妹是一起知道的，然后我们两个等于大姐跟小妹是马上对她生气，因为她没有预备任何 surprise 给我，就是直截了当的让我们知道，然后我们说这应该要很好玩，你应该要有一个什么，然后整我们一下，录个影，然后可能分开整或什么，没有，她就是马上就让我们知道，就这样朋友好，恭喜哦！就觉得怎么这么无聊呢？是第一时间知道你没有，这么快就切入了？我很气，没哪有不争气啊？我开心的要命的，没有，因为他跟我讲的那个当下，我跟小妹是一起知道的。然后我们两个等于大姐跟小妹是马上对她生气，因为她没有预备任何 surprise 给我，就是直截了当的让我们知道，然后我们这应该要很好玩，你应该要有一个什么，然后整我们一下，录个影，然后可能分开整或什么，没有，她就是马上就让我们知道，然后就这样朋友好，恭喜哦。就觉得怎么这么无聊呢？那你会送礼物给未来这个？不管他是侄子还是侄女，对不对？一定要送啊！看他想要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他，因为我不知道男生女生，但是健康平安最重要。避免怀孕，那个岁月没有念你一下，我还在念没有？没有，他就知道之后开始忧愁，他要被叫阿公，他觉得很崩溃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：“你不要难过，你是外公，你不是阿公。”他不想呢，或者说外公听起来比较慈祥可爱的感觉啊，那个称号。然后我说还是你要叫 grandpa， 他说不用 grand 就是很老的。然后他就为了这件事情在那边难过很久。那如果现公生活跟外公的话，他是会就是很宠爱这个小朋友，还会包大红包给他。在这边跟宪哥呼吁一下，如果有大红包的部分，请每一位都比照办理，谢谢。这边就接受信用卡、支票，还有现金的付款都是可以的哦。那你觉得如果是男宝宝，会不会你不是太优秀？我有一个朋友回答说，肯定的、啊。我觉得啊。这个每一个人的基因都不太一样，但这毕竟这当中呢，就总是混了宪哥的基因。严格来说，就是难辞其咎吧。谁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？要不是女宝宝，该不会像我吧？我也是会觉得很害怕。对啊，但是那天我们有讲说，听说什么侄子侄女都会像舅舅，然后我们三个姐姐呢，就看向露西派。啊！然后露西派这样，而且那天是他生日，他就谢谢谢谢。然后想露西又要被扯，对呀，好烦哦。
但我真的没有想啊，就是我现在就是我之前有讲，一个是因为我是好代言，所以我现在没办法有任何的进展。那另外一个是我自己也还没有这个想法，那我就先这样。大概是世界末日之前会有啊，这边设定几岁之前是一定会生。上次我好像跟大家分享过，好像是35以前吧。哦，没有几岁。什么态度？